打造气势澎湃的海上史诗，开启台湾的历史新页，只有明华园再度超越明华园。我是无爱命啦，两个斗做伙拄好翁仔某啦。明华园总团真正甲旗舰开进了剧场，大家看到有哪一只船？岸船头、船尾三只舰船同时开进了会武营。明华园总团，我们将进入百年的历史，所以我特别感恩新明的宝贝，编剧的开心。就是你，以及阮四代人共同的打拼，我们期待台湾的戏剧万年久远。家，我们代表高雄立委及其高雄螺丝工会陈和成理事长以及他的企业伙伴们。